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我说媳妇儿，这事儿我必须得去。你说你认识这小四儿吧，一年到头净是事儿，不这事儿就那事儿。我是看明白了，就是钱的事儿。不是，你说，哎，你说我到朋友那儿去，我不得花点钱呢？再说了，我也不白花钱呢，我还喝人家酒了呢。三瓶老雪值500。瞎说，我有回喝4瓶呢。你被人吐回去了吗？说的是。你要愿意喝的话，我就给你批一点，你上我这儿来买来。我告诉你，小四儿是我发小，那不一样。行了，发小多了，没几个发小像他那样的。不是，我今天必须得去。我告诉你，小四儿家这个事儿，这个仪式比较急。什么仪式啊？揭盖仪式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就听说过什么揭匾仪式啊，揭幕仪式啊，什么玩意儿是揭盖仪式啊？媳妇儿，要说你这头发长见识短啊，你就跟我参加的活动太少。揭盖仪式很好理解嘛，小四儿他们家卫生间原来是蹲坑，现在改坐便了。第一次使用，那不得把盖儿揭开吗？去。揭盖仪式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这，我告诉你，这很重要，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你听。来电话了，你看有事儿，不许接啊！喂，哥，哎，哥，哎，哥，哎，到哪儿了，哥？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朋友里边就属你有头有脸，今天这盖你不接，我家全家都受憋呀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到哪儿了，哥？哎，是事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啊，我有点憋，你憋，憋车呀？啊，哎哎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线路有点憋，请您稍后再拨。不是什么玩意儿 ？Sorry, sit down, please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My God, goodbye. 不给他整两句英文，还听不懂的样子。媳妇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啊，我跟小四儿是多年的朋友，不是。我给小四儿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什么恩人呢？哎，你这咋不承认了呢？哎，8岁那年啊，我们哥俩去野湖里游泳，我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，咔就打在那石头缝里了。就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，是人家小四儿把我给薅上来的。可拉倒吧，人家小四儿都跟我说了，那年你俩去游泳，小四儿一个猛子扎进去了，他自己上来了，裤衩落里了。后来人家捞裤衩的同时，同时把你捞上来了。哎，对呀，这不矛盾呢。怎么的？不是，没有他哪有我，没有我哪有你，啊？那么，啊？别！我跟人说，喂，哎，喂，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线路继续憋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别！我这 sorry， 干啥呀？整不了你是不？不是，你这是要干啥？不想让你去干啥？你干为啥不想让我去啊？你啊？凭什么你总去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钱顺芳，你就是个傻子。我咋？你老拿人家当朋友，人家就把你当傻子呢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小四儿本来就是个傻子，怎么能把我当傻子呢？啊？那你俩就是对傻。我告诉你，钱顺芳，不是我跟小四儿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人是吧？啊，行，今儿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你就说咱家也办喜事儿，哎，你看他来不来？行。哎呀，我咋跟人家说呀？你说你废物玩意儿。喂，哎哎，哎呀，嫂子啊，我哥手机在你手呢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太吓人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，刚才一个外国老娘们儿啊，上来这顿英语呀，然后就数数。哎呦我的天，在你手我就放心了。你跟我哥啥时候到啊？啊，那个事儿啊，我你哥过不去了。咋的呢？那个今天我们家孩子呀办满月酒。啊，那你们办吧，不用来了。啊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朋友，这就是你的发小啊，这就是把你当裤衩子捞上来的救命恩人。哎呦，别闹，我有点蒙圈了。不是，这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小四儿咋是这样的人呢？不对，
不对，媳妇儿，你肯定你这话说的不对呀、啊。你咋能跟他说咱孩子办满月酒呢？你他能信吗？怎么的？咱家孩子办满月酒，他怎么就不相信呢？你说这话说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？你那块地根本就……钱顺风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啥意思你啊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就不应该撒这个谎。我要不这么撒谎，我要不这么骗他，他能信吗？啊，他能来吗？哎呀，你说这。哥，这哥，哎，那什么，你告诉我啊，你家住几单元几号楼？我用最快的速度，我跑到了你家啊。没了你，喂，四儿，四儿，你听我说啊，东西太多了，你赶快下来吧，你快点下来接我。现在有点蒙圈，请你稍后再拨。嘟嘟嘟，你就整吧。那也不能怪我呀。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？干啥玩意儿啊？还孩子办满月酒呢？还这什么玩意儿你啊？来，你生个孩子我看看。来，现在就生。我现在能生吗？你什么呀？你让我在朋友那儿怎么混呢？你还撒谎，还孩子，哪儿来的孩子呀？我不也是为了你好，我愿意去吗？你可真累死我了！你还孩子抱着吧。人家来了，你说咋？你这回你必须得，你给我弄哥，我来着。还辽阔，啊！省点，兄弟啊，你咋来了呢？还我咋来了啊？你说你家孩子办满月这么大事，你咋才通知呢？啊，不是，哎，你说你俩认识的时候背着我来的吧？啊，结婚的时候背着我来的吧？生孩子这也背着我来的吧？我家今天不揭盖，你家孩子还出不来呢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兄弟啊，兄弟，你冷静一会儿啊。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跟你嫂子呀，最近工作都挺忙啊。这个孩子呢，是我们俩百忙之中抓空生的，啊，谁也没通知。拉倒吧，你就是没看得起我。没有。来，哥，反正你看不看得起我，我东西都带来了啊，看着啊。孩子1岁到2岁穿的，3岁到5岁穿的啊。哎，那个，冒昧的问一下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女孩，你猜？猜不着。男孩女孩生个好孩子啊！这样，哥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接送问题我包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四儿啊，来，这才是我的朋友，是，这就是我的朋友。回屋吧，给孩子喂奶啊。走了，咱去参加揭盖仪式。你给我站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来干啥来了？干啥？孩子满月这么大的事儿，我那揭盖咋比呀？我告诉哥，我家马桶盖都让我给扔了，以后我家马桶不用盖。你别扔！来，那我先看看孩子。哎呀呀呀呀！四儿，那什么，孩子小，有点认生，要不你遥望一下子呗？对，老远看看就行了。对，仪式感还挺强。你说这孩子长得像谁呢？眼睛没我眼睛大。啊，眼睛没我眼睛小。长得不咋像我。啊，长得不像我。那像我。那也不可能啊。但是我看这孩子的长短长得有点像我。那个，这宣乎劲儿还像我呢。哎，说这孩子怎么哭呢？哭。看出来了啊，像我哥，当年我从河里把我哥捞上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哭的。哎呀，我看看，别，来客人了，风大，爸回来。老头，谁呀？不认识的，小四儿，四儿啊！哎呀，半叔啊！哎呀，我去！太尴尬了，不尴尬，更尴尬。你小子这一晃多少年不上我家来了？不是范叔，你得听我解释啊。你说你这不搬新家了吗？
嘎子罐也不用我往上扛了，煤球也不用我摆了，米和面也不用我往上抬了，我来多给你添麻烦。你就是给我家干活的呀，别来这套，你就是不想你范叔了。你看我这不来了吗？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是不是？到，给沏点茶。哦，沏茶沏茶，对对对，啊，冰箱里有西瓜，你给，你没事抱这么个玩意儿干啥？啥呢？你这是什么爱好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扔孩子干啥呀？孩子？没摔坏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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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哎，这不对，这事儿不怨我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小子不像话。咱们俩好不好？咱们爷们这个关系，你娶媳妇生孩子你都不告诉我。你这范叔。我这样谁嫁我呀？不是你这不胡说吗？你要没娶媳妇，那孩子谁给你生的呀？我二姐生的。啊，你二姐给你生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范叔，你咋还没听明白呢？今天他俩孩子满月，我过来喝喜酒来了。他，这孩子他生的。范叔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来哥，你过来来来啊啊！哎，事儿，哥，你对我是真好，是吧？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连你老丈人都没告诉你，想告诉的我？你是我亲哥呀，你明白呀？对，咱俩的关系是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哎呀，阿美玲，阿美玲，你过来，阿爸，这事我糊涂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明白。爸，是这么回事啊？那小四儿他家不老办事儿吗？一整就让我们家钱都放水底下，我就不乐意让他去，我编出来的，爸我煎不？这才不是你编的呢，这主意准是钱顺芳出的。钱顺芳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哎，你等会儿啊！来，爸，怎么回事？爸，不，这事儿是这样，他今天四儿让我去他家参加个仪式，我媳妇儿不愿让我去。我跟你说，哎。咱别忘了本啊！想当年，咱们住棚户区的时候，你俩出去忙生意，家里那活是不是都是四儿帮我干的？是。今天你对人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二米粒儿，好好教育教育你老公，真心的交几个朋友吧，别到老了那天变成个孤家寡人了。不是，寡不是，咱什么时候喝喜酒去？那什么喜酒？这孩子啥呀？看这孩子们，四方的。这孩子确实挺喧乎啊。你们俩就这么交朋友啊？啊，爸，这事儿不怪顺风，你小时候我就这么教育你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爸，你别生他的气，这事儿主要是怨我。最近吧，我工作压力挺大的，就老跑他那儿跟他喝酒去，就他才不让我。钱顺风，哎，我知道你小子有点心眼，哎，但是心眼别往朋友身上用。朋友是什么呀？朋友的情谊比天高，比地还辽阔。范叔，这事儿不赖我哥我嫂子，喂，事儿啊，就怪我了。哥，哎，你说我俩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吧？那还用说吗？后来我俩就一起穿上了裤衩，再后来，你穿上了裤子，你看你现在都穿成什么样了？我依然穿的还是这条裤衩。差距太大了，我怕呀，我怕这差距越来越大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我就琢磨着，隔三差五我弄点动静，为的不是别的，哥，我就是想多和你见见面，多和你聊聊天儿。我想让你记着，在你的朋友里边还有一个没有出息、没能耐的小四儿啊。
兄弟。四儿啊，哥不对啊，哥不配当这个哥。哥，说啥呢？你一辈子都是我哥，这样这个满月酒喝不上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三儿三儿三儿，别走啊！还干啥呀？那个满月酒喝不成，咱朋友的酒可以天天有吗？这么的，嫂子请客，咱喝酒去。爸，你也去。我也去啊！走啊！那我也去，就不用你请客了。啊？怎么的，爸？你要请客啊？我没钱。没钱？你说啥？我有朋友啊！啊啊！朋友，老王，在家干啥呢？没啥事儿啊。没事你就请客吧，今天我们家有喜事儿，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。什么仪式啊？哈哈，接着